我能去哪，除了你是很昨天，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，我愿降服高举低臂，耶稣的灯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荣耀君王，你的鞭伤能医治，神的儿子彰显恩典真实，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我愿降服高举低臂，耶稣的灯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我能去哪，除了你是很昨天，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，我愿降服高举低臂，耶稣的灯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荣耀君王，的鞭伤能医治，神的儿子彰显恩典真实，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我愿降服高举低臂，耶稣的灯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我愿降服高举低臂，耶稣的灯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此时此地远地神奇地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
赎回我生命，我赎你，永远赎你。此时此地，愿你圣洁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你赎回我生命，我赎你，永远赎你。此时此地，愿地神奇的灯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你赎回我生命，我赎你，永远赎你，我赎你，永远赎你，我赎你，我赎你。生命奇妙的大改变，生命个性真的可以改变吗？人家说，牛迁到北京还是一只牛，讲的是一个人的个性真的很难改变。坏人可以变成好人吗？强盗可以变成传道吗？有的时候，当我们看一个人整天酗酒、吸毒、赌博，就常令人摇摇头，觉得这个人完了，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了，他不可能改变了。自己堕落就算了，有的时候还连累周围的家人、朋友。难道一个人做错事、走错路，真的就不可能改变了吗？在圣经中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讲的是神他可以更新一个人，可以改变一个人，上帝可以翻转一个人的命运。圣经提到有一个人，他叫做撒该，他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，所以他没有朋友，每一天都活在不快乐当中，改不了贪财的毛病。直到那一天，他遇见了神，他遇见耶稣，耶稣对撒该说，我愿意做你最好的朋友。撒该非常的感动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耶稣上帝的儿子竟然悦纳我，所以他的生命改变了。以前是一个贪恋钱财的人，可是他的改变讲的是他开始给予，他开始将他的金钱用来帮助许多的人。生命是可以这样改变的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他叫做约翰牛顿，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或者你也听过，你也会唱。诗歌说，奇异的恩典何等奇妙，前我失上今被寻回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他写出这样的歌词？约翰牛顿，他是一个最典型生命被上帝翻转的人。
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奴隶贩子，他到非洲把黑人强行掳来，不管是丈夫、是妻子、是父母还是子女，通通都装进货柜，送到船上，横渡大西洋。这样运来的黑人，在美国的奴隶市场上都会被廉价出卖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在航海中意外遭到暴风雨，风浪非常的大，眼看他就要丧命了。可是他立刻跪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发出一生中最恳切的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主啊，如果我大难不死，我会把我这一生都献给你。于是在那暴风雨的海上，上帝拯救了他，他遇见耶稣，生命翻转，成为一个新人，从此彻底悔改，而且他立志成为主的仆人，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。刚刚我说的《奇异恩典》这首歌，就是描述他自己的生命，怎么样从一个污秽败坏的罪恶当中得到上帝的赦免，领受神的救恩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就为自己或者你所爱的人祷告，不要放弃他们，不要对自己对他们灰心，因为上帝也没有放弃他们，上帝也没有对他们灰心。只要我们仰望神，像约翰牛顿所做的，神啊，来呼求神。当我们仰望神，呼求神，祷告神，告诉神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所爱的人。可是神，你可以改变，你可以帮助我们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就像圣经说，主要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他要更新你的生命，他要更新你所爱的人的生命，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生命奇妙的大改变。